我闺蜜说你配不上我。她说的对。自从我喜欢上你，我就觉得我配不上你。爱就是会让人自卑，这也是我爱你的体现。宝贝，我其实从来没觉得你配不上我。你没跟他生气吧？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他生气？你想啊，他直接跟你说我的坏话，那是在说我吗？不然呢？他其实是在说你眼光不好啊，在讽刺你。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他今天敢当着你的面说我不好，明天就敢当着你的面直接亲我。不是，他为什么要亲你？你还没看出来啊？他这样做就是在破坏我们的感情啊，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让你离开我，然后他就有机会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得逞，我现在就把他拉黑。哎，不至于不至于，宝贝，不至于。老公，你不会离开我？当然了，傻宝贝。